2013年，巧克力开创了化肥行业的新品类颗粒水溶肥，十年聚焦只做一个。一起了解下，从这里生产的颗粒水溶肥巧克力都去了哪里？韩国、澳大利亚、墨西哥、印度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巴基斯坦、意大利、约旦、菲律宾、加拿大、柬埔寨、苏丹、摩洛哥、多米尼加、巴西、俄罗斯、肯尼亚、哈萨克斯坦、乌克兰等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，专注十年只做一个，现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多的全球种植户选择颗粒水溶肥第一人巧克力，巧克力助力全球农业增产增收。